哎呀，这个肯定是腌了，我们从抓点这个骨头身啊，腌制好久了，看一下，抓点出来了吧？哦，好牛！腌制好几个月了，这个骨头身已经。哇，你们看，都抓点出来炖一炖。 特别美味，太香了！这个骨头身，用这个辣椒炖骨头身啊，特别有味。这个已经弄好了，我们开始炖起来，把它炖进去，把它铺起来，让它焖20分钟就可以了。开了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熟了。哇，把它倒起来，那个太小了，那个。哇，这是什么呢？ 哦，没时间，还不熟，重新炖一下，重新让它炖一下，还没有熟，盖起盖子来。那我讲，哦，这是有的，熟了这个，嗯，行了，那我讲，那我请你老师时间，这个辣椒也熟了，必须的。 我以为你了，好牛啊！开吃了啊，这个骨头身里面的辣椒，这个开吃一个，嗯，特别香啊，真的出奇。